时候看到他们忙也蛮辛苦的，不过这样也很好，比较年轻，这样磨练自己啊。我叫王林凤，我来自中国海南岛，我嫁来台湾已经三年了。我家做的商品是跟黑糖有关系，我一天要做1000多颗爆浆馒头。在台湾站起，每周四晚间9点，给您更多新移民的故事。